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です。踢笑啊！先用活力战胜他。好，先用活力战胜他们呀！来来来，站中间，站中间，来来来，红莲在。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快点。哎，麦克风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Ohio。掌声鼓励。干嘛这样子呢？说带就带好了，对，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团长小乔儿。哎，小乔儿。我是团员江安安。安安。大家好，我是团员吴慈。吴慈。吴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海尔的晶晶。晶晶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鸟。雷鸟。来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团员桑巴。够了，你一笑，真的没。我要没有啊，我刚刚前面都有预告了吗？你会不会越来越多了这样？哎呀，你说你想要加入什么花样是不是？有，你看，因为其实小乔我是有备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当那个正店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定点的，定点的传过来了。以体重来说的话，马上就是定点的，定点的那一个短小猪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喜欢花样定点团员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，小乔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我等下帮他准备一套那个。就是要先脱，对，我们要先耐寒，要先穿比基尼的，对，耐寒，要先脱。你看，他们这么冷的天气，还是穿这样子，真的。你当初是来参加那个夏季音乐季，是不是？夏季没有，我们不管冬天夏天都一定要穿这样，哪像你不敬业，还穿什么长裤？哎呦，真的，像我嘞，不然脱啊脱啊，对。脱这一件就好。因为跳庙会懂黑，所以你们是平常都会去人家 A 群就对了。不是黑啊，是皮肤黑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因为他们都很黑，然后因为他们都很嗨，那优呢？优嘞，因为我们都很 UP。哎呀。好，我们下一团啊。你十年之后还用有花EO的话，那怎么办？这一个字应该是要换一下吧。因为我们的脸不会变。你们脸不会变。所以是动什么手术吗？是原来。因为太小长，不会动。自爆。为什么？是平常有做什么保养吗？就是对运动啊。运动。你都给自己讲啊，你朋友，同你的那个团员在旁边很常讲运动，你都不给他讲。这两个动得很开心。我觉得他团员应该快被这团长给那个。对啊，平常都怎么保养？不要问你，平常团长都怎么虐待你们的？真的吗？不是常开始运动，不是？真的吗？不是常常把你们操到半夜三四点啊什么的。然后还说你们怎么跳那么烂？没有，我不想被他骂。听说上次为了练个东西，然后练到手破皮，然后呢三点才下班的，是不是？六点半是不是？那请问团长，请你们吃早餐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你看团长，你看看。团长怎么办？他要陪你练到早上。因为团长早上七点有工作，可是我们要六点半，所以他就自己跑掉，然后丢你们在那边。真的好啦。都访问成这样子了嘛，不然要不要趁今天跟大家宣布一下，就是今天结束之后就要解散了，这样。所以他们才刚过成军一周年而已。刚过一周年了，再掌声一下好不好？一周年，真的不容易，一个团能够一周年，真的不简单。差不多了，该收了。你看你现在的现状，该收是了，不是？没有，掌声！你看你现在的那个女子团体啊，要撑满半年其实就很难的，对不对？谁？这我不好说。看新闻。对，因为女生相处其实真的很多妹妹嘎嘎啦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因为你是男生，所以没有什么好。为什么我都给自己跳呢？我真的不太懂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马上再请他们来带一些首歌，好不好？你们已经跳完了。好。
我刚以为那是一首歌而已。啊，这么快哦？啊，没有啦，第二首歌是你要表演。对啊。啊，你在 cue 你自己歌，所以我们一个放下去了。这个就是一个红包的概念，这样子哦。过年嘛，春联。哇！这张礼物贴在你家门口的话，可以驱邪避凶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其实我真的觉得，真的觉得他们这个做得很好啦。喜气啊！对啊，很喜气的。